有这么多的长官及贵宾来到广兴国小给我们指导，大家一起来努力，非常感谢我们小朋友的家长们，今天广兴国小有你们的付出跟牺牲奉献，是广兴国小非常的蒸蒸日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奉献每个人的心和意，大车向前行。嘿呦嘿呦嘿！在座所有的小朋友以及我们各位家长、各位贵宾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市长好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受到我们校长以及家长会长的邀请，来参加我们广兴国小跟社区的联合运动会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祝福我们广兴国小的小朋友，我们除了认真努力念书之外，平时要做一个非常好、非常乖的好宝宝。运动员宣誓，我们是广兴的运动员，我们会遵守大会的规定，服从老师的判决，秀出广兴多元的才华，展现良好的运动精神，希望大家能为我们加油打气。宣誓代表吴雨桐警示中华民国101年11月24日。Thank you.
是乔克健身操全身运动功效好。喂，同学，回来吧，运动队又来安排。飞翔，迎着风就飞得更远，淋着烈日更显坚强。我看见未来的光芒，我会守护在你的身旁，倾听你的欢喜与悲伤，点亮每颗沉睡的星星，抬起头与你分享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给你一个依靠的肩膀，站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迎接第一道曙光。我相信生命有一种力量，不放弃的心勇敢飞翔，迎着风就飞得更远，迎着烈日更显坚强。我看见未来守护在你的身旁，倾听你的欢喜与悲伤，点亮每颗沉睡的星星，抬起头与你分享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给你一个依靠的肩膀，站在太阳升起的地方，借第一道曙光。凝聚了所有对广兴国小孩子们的关心，谢谢所有与会的爸爸妈妈们，
也谢谢所有今天参与活动的社区的好伙伴们，给孩子们一个机会，是我昨天跟老天爷说的话，因为大家都这么的努力，好，所以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会长致辞。各位同学，各位老师，校长，还有我们各位呢几位的来宾，还有我们各位家长的志工啊，大家今天辛苦了，非常感谢今天啊，大家的努力，今天的运动会能够圆满成功，就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志工队长致辞。各位亲爱的家长，还有我们的宝贝们，你们好，你们今天表现非常好。我现在首先要感谢我的志工伙伴，这些好姐妹们，非常谢谢你们今天的帮忙，真的很感谢。